亚宝，恭喜哦！你今麦哦是海顿集团的主席，你做海顿集团的领导才唔才对。好几个小三哦，在海顿集团安尼画来画去，是甚物体统？多谢你啦。啊，不过我更加欢喜的是看到小婷跌跌背跌健庭的身躯边，支持伊唯一世上，我真正感觉足安慰的。我知影阮小婷哦是一个巧巧的囡仔，一定知影爱安怎做，才会是健庭的好太太。健庭对伊遐尼好，小婷哦一定有感受到。所以哦，才会这样子哦，专心专意替建庭想啊。今日搁专工替伊办一个生日趴，我对伊两个婚姻哦真有信心。哎呀，你紧倒办，你紧办会啦！金，白雪，你哪天家吵吵闹闹，足无礼貌。阿金，你来多啊？搞到三工，把这副丑鬼赶出去，一直逼我嫁给伊呢，我快袂见笑的。瑶呀，白雪，把你讲到遐面平啊，你讲唔死心哦？阿尊讲白雪肯啊，阿因老母卢桂芬，敢要把伊嫁给你啊？你卖妄想啊啦！人孙建廷做会到，我嘛做会到啊。平平拢是查甫人，我对我家己有信心啦。阿姐，这可是嘞。平平拢是查甫人，啊，不过建廷是王子，你是青蛙。建廷是王子，你是乞丐。建廷是王子，你是喽啰。建廷是王子，你是普通人。所以不管安怎讲，伊拢是王子就对啊。对啊。像像我是白雪，唔光怎讲，我是公主，赶快意思，听到无？哦，我讲调呀，啊，今日谢白雪我要接受，啊，拄好啊，安听我走啊啦。拜拜，嘛只拄啊好，我本来想要跟恁食饭，啊，唔过我想要伫家食饭。阿金，未来妈咪，咱做位食饭，好吧？啊，不过今仔日是小婷代替建廷提早过生日，才邀请我来啊。我嘛是人客，恐惊不方便啦。啊，像我建廷忘记生日，哎呦，这重要日子我哪会当无出现啊？你讲对吧？妈咪，你放心啦、啊，我连大三三个这生日会哦，用到就特懂哎，你放心。嗯，服务生，哎，这问题哦。孙建廷生日会包厢在倒位啊？伊内底在门口一间包厢。啊，多谢。阿健，妈咪，行，请。白雪小公主去对，我来去对。唯一的所在。叫我存在的价值。江小婷，你是在变形状？真正要替孙建廷做生理，要乖乖做孙太太，真正是天要亮暗号，在头位西面出来。我钟伟哲才无你相信。